嚟自日本关西嘅环顾寿司，早前喺尖沙咀 K11开设首家分店。由日籍主厨亲自主理嘅 omakase， 每位都只系720元，足足有15道菜，超抵食啊！除咗基本嘅前菜，亦有暖胃嘅茶壶汤、时令嘅刺身。寿司方面融入咗怀石料理嘅元素，每次3件奉上，共分3輪，由淡入浓，细味每道菜式。最后仲有甜品缺饼，为 omakase 作结。另外，餐厅亦提供唔同嘅定食同埋当饭选择，以满足不同客人嘅喜好。